我是铁道的向拍者，我在108年1月9号美术馆站17:49。拍摄的328次经由三线看好新竹的 AU 866加上 A865微笑去检测，在美术馆站时进行号。人像片观战都电到激光卡片，3248乘1866加1865为消耗区检测，在美术馆使劲停靠，准备实力。3248在美术馆关闭车门。正面观灯都电到几个暗片，328次经由三线靠新手 A866加上 A865微笑去检测，在美术馆实力切观，人家不败。